好，墨香十節嘅即係俾你晚報啦。咁啊嗱，我要即係聽日就係端午節啦。咁啊，端午節就唔會有節目嘅。不過咁，重陽節聽日啊，重陽節係啊，咁啊，即係都係節啦，重陽節係得嚇。咁啊，重陽節就唔會有節目。不過咁啊 ，Big Mart 咧，即係門市咧就會開，係11點咁啊，開到5點。因為我呢家就好緊張啦。上半場完啦，因為我一路就會睇住啊。咁啊，澳洲咁啊主場對中國隊暫時打到1-1啊。咁啊，亦都會一路就做節目嘅。仲有一兩分鐘啊！今日好多謝啊，小米藍色五爪都擺咗小米龍啊！係啊係啊，喺度啊！咁大家覺得啊咁啊，佢講嘢啱聽嘅，係咁啊就啫。係啊，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多多訂閱，多多訂閱。你知啊，辦法嚟全香港最受歡迎嘅啤梨頻道咧，就嚟即係叫做宣傳宣傳。哇，好難上啊！你知呢啲地方唔會啊，我哋老友嚟啊嘛。當時你帶我入去廣播啦嘛。係，唔好咁講啦，即係英雄啊，莫問出處。有時啊，達者為先嘅，係啊，即係呢個都係你有能力先能夠做到今日啫，冇能力，冇能力好難。好難，好難彩嘅都係。啊，咁啊，即係多謝曬大家先，希望大家多多訂閱啊，好嘛？好，好啊，今日節目做到呢，我做呢度啊，好嘛 ？OK。好，咁啊嚟到第四節啦嘛，通常我都中意揾下啲唔同嘅嘉賓嘅。咁啊，今日就阿海啊，第一次就即係上嚟，咁啊，我哋即係啤梨佢頻道啦，好多謝佢哋先嚇。咁啊，點解我會即係揾阿海？即係本身我哋 Facebook 就 at 咗佢咯，因為以前我都即係知你都係做 DBC 啊嗰個嘅情況，因為以前我都喺 DBC 都有同阿小米講下波嘅，咁啊都超過10年前啦。係啊，DBC 真係十一年。我估即係鄭經漢年代，我哋係啊，即係紅土嗰個年代，即係開始嗰個年代。好咁啊，多謝阿海。係啊，拜拜。好啦，咁啊去到即係今日第5節啦。咁啊，都會繼續尋日咁有2節係即係我哋喺英國移民咗老師啊。咁啊，阿李 Sir， 咁啊，今日會做埋佢嘅第三 part 嘅咁啊，佢訪問亦都係好有佢意思。尋日好多網友反應都非常之正面，亦都頭先咁啊同阿海啊個訪問都非常之正面嘅。咁依家咁啊就會播李 Sir 嘅訪問。如果老師佢喺個課堂入邊係能夠將嗰個要教嘅內容去好生動咁樣去傳識俾個學生聽咧，其實係唔需要功課。舉個例子啊，譬如話我仔最近學緊一樣嘢叫 Tudor House 嘅，即係一種英國嘅建築啦。咁佢做緊嘅就係一個專題研習嘅模式啦。咁要佢自己揾資料啦，然之後咧要佢去影下相啊，要佢自己畫下公仔啊。我哋有機會啊，咁啊即係都可以咁啊，好多議題都即係舊議題，有好多經歷，我都可以再問下你，再傾過嘅。系啊，知无不言无不尽啊，一定会话翻俾你听啊。好，条理龙毛，天经地道，天公地道，原来自己有嚟，战斗到底啊！好 ，OK， 唔该晒，拜拜。好咁啊，翻到嚟啊嘛，即系第6節啊嘛，今日即系继续讲下啦，咪系即系之前啦，咁啊，即系喺日本嘅咁啊游历啊嘛。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都即係最都做咗幾耐啊，咁啊差唔多啦。咁啊，星期一咁啊就再見，咁啊，拜拜。